九层的功力啊。哪有，我怎么能跟娘比呢？为了玉帝和彩雾，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。我帮你。哎，很沉的。一点都不沉。我做做热身。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和你。你放心吧。宋玉帝，我赵元清喜欢你。想，如果我不在，谁给你安全感？当然是我了。玉帝呢，是我养母的女儿，也是我的未婚妻。我要留在临安，保护你和娘，还有我们的天香楼。如果说李马跟玉蝶成亲了，你们的脑袋都得给我搬家。我就知道这个花心大嫂的玉蝶一定有企图。明天是最后期限，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必须把赵元清给我引出来，否则的话你得替他死。兄弟，以你现在的功夫，我完全可以驰骋沙场带兵打仗。你就是李马，这就是舍妹林姬儿，林姑娘。别姑娘姑娘，叫我大侠好。刺客，快走！你，玉蝶，这个玉佩我认识，是那个赵公子的，乔双辉我都认得，不可能。他不是这种人。你竟敢诬陷王爷。赵公子是王爷。玉蝶，我没事。李满子，我真的没事。我一定会叫你出去的。玉蝶，他打伤的是谁？是朝廷的命官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然欺负一弱女子。我只知道李满子是军人心切，他从不伤人的，希望大人从轻发落。这个李马立刻就要押到京城斩首示众。李马哥，我们去京城找王爷，也看他能不能帮李马哥哥渡过难关。竟然是大宋的公主。玉蝶，我是你的母妃啊。我要把李马给我的恶主失败的还给他，说我娶他的女人。儿子，小猴子，李马他还活着，而且回来了。玉蝶，你现在都是公主，怎么还可以叫我哥哥呢？不管我的身份有什么变化，你就是我的李马哥哥。玉蝶，这个声音是不是李马哥哥？哎，猜猜我是谁？玉蝶啊，我们从小玩到大，你都不觉得烦吗？不烦。